盛科工业签订多项合作备忘录，以支持越南的能源转型和可持续发展。这些合作项目包括可持续工业园、可持续和稳定的发电系统，以及可再生能源和科技等。正在我国进行为期三天国事访问的越南国家主席阮春福也出席了合作备忘录的签署仪式。这次合作的项目中包括发展一个占地1000公顷、融入智能科技的工业园，还有另一个项目则是通过智能电网、能源储存系统等科技提升发电系统的效率和可靠性。盛科表示，越南是东南亚经济发展快速的国家之一，也是盛科转型策略的主要市场。盛科期待和志向一致的伙伴合作，打造更可持续的未来。阮春福接下来也将参观盛科登革浮动太阳能厂，它是全球大型内陆浮动太阳能光伏系统之一。